直接冲过去，直接冲过去，直接冲，直接冲。马将军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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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！妹妹，你个狗疯子，你来狙击我干嘛？妹妹，我错了，别打我，错了。你他妈能狙击狙击我啊你？遇到这么呆萌可爱的妹妹，你会让鸡吗？回到游戏开始之前，俗话说补分传三代，人走分还在。这是兰博直播间的观众对陪玩的评价。大厅的陪陪没人愿意接兰博的单，这怎么能难得到你博哥呢？兰博灵机一动，让助理来伪装自己。是老板的，三保一的，三保一六十包钱五，掉分包孔吗？五星黑补你没事，六十一车包前五，掉分还包补，这个价格还挺实惠的。你让不让王牌低信号？简单交谈后，很快顺利完成交易，钱都花了，自然得给陪陪上上强度。四零九幺来，这他妈的，我他妈顶他陪王，他妈他来狙击我，我去！怎么一路人都跟着你跑啊，哥？开局一大帮人追着兰博跑，兰博的身份也被陪陪识破。哥，你干啥直播呢？能说一下吗？你说我是大鱼。哦，你是谁？你不是？那我是不求人。我是不求人。六，我跟你在哪直播？你告我呗，我是给你点关注啥的。我不吸流量，我不打广告。我直播间就两个人看。你终于承认你是个主播了。我一看哥后面。我就跟阿三是个小弟，不得不说这个价格的服务态度还真不错，不仅要给兰博点关注，还一口一个哥叫着。还是我老乡、啊、怎么像博哥呀？还是被陪陪猜到了。我这把感觉也像呀。第一把陪陪可能是还没适应兰博局，也没跟上兰博的脚步。你们去帮忙，在三层楼。兰博两次跳新春园林都被淘汰，好在等游戏结束还是加了两分。你们六十的这么猛吗？两个两千多伤害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兰博也是被陪陪的战绩和价格所征服，于是便开始了第二把游戏，还是猛攻新春园林。到园林零，来我攻过你，外面还有外面。记住这个 ID， 她就是今天的女主角，待会儿在决赛圈还会见面。这把队友紧跟着兰博。这兔兔跑得真快，怎么让他溜进来的？培培依旧状态拉满，并得到兰博的认可。这边左手边，加油！牛逼牛逼，快打！兄弟们，这他妈兄弟们，这六十块钱的这么猛吗？兄弟们，拿下园林后开车找人。队友都这么猛，兰博吃口肾宝压压惊。猪猪队的优势自然少不了摇车站，在矩阵的七九集合所有猪猪队。摇车站是我们的强项，知道吗？看准了一下摇过去，知道吧？陪陪开车来到矩阵，差点狼入虎穴。地震，好多人！地震！我去！快跑！猪猪大队全体出动追击！走走走！要看一下你们油够不够，博哥，你们要看一下。够够够够够够！怎么够够？在催我吗？我去！他们是不是在录素材呀？五辆车。拿捏兰博。拿捏花生波，兄弟们，来这边打，兄弟们，来这边打，来这边打，来这边打，兄弟们，守！停着，停着，停着！来了，来了！直接冲过去，直接冲过去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！来到渔村码头。四人摆好阵，全力阻止。七九冲在最前面，瞬间解体。持续抵达的猪猪队也没能压制住四人的火力，五辆火力车贴脸进攻，全军覆没，沦为一缕青烟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！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！我睡觉，我睡觉。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！牛逼！了，牛逼！打剩下的路人就更没什么难度了。干他！六百六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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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漂亮，有个资金。能让兰博赞不绝口的陪陪，自然少不了打赏奖励。这把吃鸡，我给你们送十单，好吧？刚刚那一单另外算，然后再送十单。OK， 谢谢博哥，谢谢博哥，谢谢博哥，感谢博哥。能让兰博在游戏里看到自己的视角，陪陪的实力功不可没。来到决赛圈，又遇到了开局击倒兰博的妹妹。把枪去了，出
来！军团到齐啊！出来！我没拿枪，不打。你妹妹，你个狗疯子，你来狙击我干嘛？妹妹，我没有狗，是队友死完了，我打不过。叫老公。那你是不是让我吃鸡？不让你吃鸡。直播间的小黑子站出来了。大哥，他们四五十个人，三四十个来打我，他们喊我们打赢了，落单抓了一个，你说我欺负他？上手哥，停下，快点。他们门前大小下，快点，一波一拳压，快点。我错了，电脑错了。趁早哥停下，快点。趁早哥停下，快点。唱歌。那你让鸡给我吗？你让鸡给我就行。我不让，我就想听唱歌。切蛋。虽然妹妹很呆萌可爱，但不让鸡也是兰博的底线。我要打你了，我要下一把了，我要走了。把东西都给你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别打，我错了。你跟人机来狙击我干嘛？你他妈凑热闹了是吧？你他妈人机你狙击我啊！你要吐吐火火，死还那么开心，你有病吗？